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六月二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立法院标怪国会这款法案复议案、刑法复议案两案，因为那边两党合作有人数优势，拢无通过，行政院也拍算提出释宪。因为这起电钱影响民众食用的止疼药啊，普拿疼宣布对七月开始会起5%，对六月开始就有一个数量管制。一台自强号暗头5点左右，伫真河泵坑河流内石头击到书记员骨折。另外，台北捷运的中校复兴站也因为落大雨，断裂漏雨。立法院今仔日记名表决两个复议案，一个是国会这款修法案的复议案，另外一个是刑法的复议案。在那边两党合作之下，靠人数优势，这两案是拢无通过。总统府表示，大总统会收到公文了后，评估敢要申请释宪。也那行政院和民进党团也拢表态会提出释宪。刘毅投票表决，黄色这张是宪法的复议案，粉红色这张是立法院这款刑事法的复议案。不过因为那边党团人数优势，两案拢是62票反对，51票赞成被否决。本院原决议予以维持。行政院长杜应台讲将会研究宪法救济。总统府表示，赖总统伫咧收到咨文了，会评估是毋是申请释宪。我们寻求宪法上给予行政机关、宪政机关应该有的救济。或许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在国会里面。从质询台到备询台的这个距离，总统也会在收到咨文之后审慎评估是否申请释宪。总统将会依照国家发展以及民主价值来进行全盘审慎考虑。民众党团总长吴国昌希望杜应台接受立法院的决议。国民党团总长卜冠奇是讲会行使听证调查权，全力监督政府。民进党团的全力反制，在最短时间以内提出释宪。国民党和民众党。就好比他们自己走上政治断头台，我们也呼吁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应该要公开的表示接受人民的纳税钱到底进到谁的荷包，我们会最短的时间内全力的来查弊。后议案被否决了，依照相关流程，国会这款修法，但总统公告3天了施行生效，民进党就让提释宪，请大法官做暂时处分，和法案暂时无生效，时间是6个月，过了暂时处分就会失效。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提出国会这款修法案的复议案，今仔日伫立法院表决无通过。立法院外口呢有青鸟行动和蓝鹰行动的支持者，双方干那隔一条车路，警方是唔敢带伊过度戒备。蓝鹰的民众知影这复议案无过了后，中道就四散，颠倒是青鸟行动的支持者继续表达诉求，就算是落大雨，油管无要离开。有的穿轻便雨衫，有的举雨伞。虽然落大雨，也毋过支持者也是真热情。济南路上国民团体青鸟行动集合真侪民众，表达支持复议案的立场。六大国民论坛的代表集合到阵，反对包含国会地震组、花东三条例、核电厂延又这七大法案。今天是专程上来的，从台中上来。如果我们今天就被这些乱飘的风雨就打乱的话，那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坚持？这算什么？闪电都不会跑，我们台湾还有希望。这七大议题，我们都准备好要动员跟中国国民党周旋到底。我们反对中国国民党让民主防卫机制倒退修法。另外一边，国民党也发起蓝鹰行动，号召支持者到青埔东路为国民党立委来加油。反制青鸟意味真高，有民众早起就对新竹上北来赞声。6点，我从竹北来的，我们就希望我们改革会成功啊！从淡水6点就来了，今天的总统支持率只有40%，等于是4个角只剩1个角半。我们国会改革无法。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官员不能说谎。行政院竟然还要为此提出复议，难道行政院是要保护官员不断说
法。国会这款修法加深调也对立，民进党话是罢免国民党立委，并且点名罢免叶冠芝、齐卡新、不管其这些人。反扩权的国民团体申请在青岛东路、中山南路、西南路这路段来进行集会。另外，赞成修法团体也在青岛东路、林森南路部分的路段申请集会。今后以定江街为分界，加两边的民众分隔开，并且部署500名的警力戒备。我们总警力数有500名警力布置在会场的周边，另外我们有预备500名警力，如果说任何状况发生，我们会紧急来抽调。那英健请教典型国民党甲民进党归路动员的力量，虽然福建案被否决，也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有讲，会伫全台各地举办上百场国会改革说明会，有计算来实现罢免甲国会重大法案的对决、朝野对抗会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国会这款修法案的复议案无通过这立法院的表决，行政院表示讲，因会提出释宪。参与青鸟行动的民间团体就表示，因会组成法庭之友，甲民间的意见送到宪法法庭。另外，也有法律学者认为，提出释宪的单位可能唔乃行政院，因为这摆修法可能会牵涉到总统府监察院的权力，这两个单位也可能斗阵来申请释宪。卢西北号烧热的天气，立法院周边另外团体发起的青鸟行动，支持行政院复议案的民众，希望知影复议案无过，不过也是号满青的继续踮伫咧现场。拜五立法院表决无通过行政院对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行政院表示会提出释宪，并个团体讲会召专家学者组成法庭之友，向大法官提供人民的意见。宪法诉讼法第二十条有规定。人民或团体可以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专业意见或资料给宪法法庭参考，这就是所谓的法庭之友，把对于这一次国会滥权法案的意见透过法庭之友的意见书送进宪法法庭里。后来，学者欧福贤把因为认为立法庭事有问题、内容危险，发起联署，得到百外法律界学者参与联署，要求撤回法案。伊分析，这摆复议案审议流程有按照规定行，若是按照台湾五权分立的概念，这摆修法受影响的，唔那是行政院而已。伊认为监察院、总统府也有权提出释宪。国会调查的部分啊，可能跟这监察院都有关系啊，因为监察院嘛有调查权，啊，有可能嘅刑事嘅行政参与职权。是发生冲突的，所以监察院是有机会会使申请释宪的。啊，但是国情报告就参监察院跟行政无行政院是无关系啊，所以伊若去申请的时阵就无适格。宪法法庭有10位大法官，其中有7位大法官的任期到10月31日为止。现任大法官需要立法院同意才通上任。欧博先认为，若准相关部会申请释宪的脚步会当较紧咧。按照目前宪法法庭排案的行程，大法官若愿意排案申请释宪了后，上紧有机会通伫两个月左右做出判决。记者郭玉凯台北报道。先来提醒观众朋友，唔通即马物件欠下就去蹲下，物件放久拢会歹哦。讲到民众接使用的止疼药啊，普拿疼也被起价啊。药师指出，讲这普拿疼止疼系列对7月开始起5%，6月开始已经伫咧控制数量。药师也被提醒民众，那准无一定爱买普拿疼即排，事实上找同款成分就会使。目前暂时是在止痛系的部分有在做事做控货的状况。药师无用伫咧整理货架啊，怎么先要动起？连普拿疼止疼药啊，也按算伫咧7月要起5%，估计一盒将会起10-15元，六个已经开始控制会员。因为什么都涨，医疗相关的或药品会涨价也不意外了。从饮料啊到吃的东西来讲的话，都是比较贵，会先买的，对，先放在家里面。普拿疼第一日起，药师也讲，伫最近民众若是有需要止疼药的话，卡苏那不一定爱大品牌，会当经其他感冒股乙酰氨酚成分的药啊来代替。供应商给我们告知，预计从7月开始，好，我们的进货价包含到零售价，预计都会调涨5%左右。下个月涨价是这个普拿疼的部分，它12颗目前的零售价是170块，预计下个月会涨到179块。好，那像台湾的其他像一样是乙酰氨酚的成分，像这个10颗大概是75块钱左右。油啊起价，电价也起，药房的营业用电会愈悬。药师正无奈，讲即马包括进货成本在内，营业成本保守估计会增加5%到10%。社区药房甲基层诊所拢是医疗分级的一部分，希望健保署会当提悬调整费用，甲因补贴。现在因为呢，大概有5%到10%周边的一些设备，
一些电费还有人事的支出，其实这个都是往上升的。健保署建议药师工会全联会会当透过健保会等管道提出因的诉求，健保署会整体考虑，具体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代替产业工会伫自从一七年过年发起依法休假行动，六百有337个人被记过处分，工会也去向劳动部申请不当劳动行为裁决，说被驳回，所以搁再提起行政诉讼救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经一审判工会部分胜诉，认定这代替不当劳动，劳动部也爱有适当的救济措施。因为补班资方排班的方式不合理，代替产业工会在2017年发起固定假日依法休假，在2019年前四天通知资方在固定假日依法无出勤，结果事后有337个人被人处分，连带影响到去年的考绩和奖金。工会向劳动部提不当劳动行政裁决，被人驳回，所来提行政诉讼救济。经过七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二十经一审判决，合议庭认为雇主无伫一定的合理期间，事先征求劳工个人的同意，都预先甲劳工排入去休假日应该上班的班表，再个认为劳工无另外请假，安尼都是旷职，无符合劳基法所定的最低标准，专案是还阁会当上诉。行政法院认为说，我们当时所做的那个依法休假嘛，是等于说是国定假日的休假权要回到劳工本身的同意，等于说个人同意权的部分。然后不该是台铁说的那样，就是你只要是预排班表，或者是你只要是一个惯例，你就必须一直遵守。代替产业工会认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经一审认定，代替是不当劳动，未来代替那是连续假日，拢应该大概调查员工的意愿，未使过预设固定假日一定都要出勤，应该爱护固定假日出勤的劳工更加好的待遇。对这个判决，劳动部回应还未收到通知。宣告而已嘛，哈，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判决书。那可能要等收到判决书以后，我们再看判决的那个理由是什么，我们才决定后面要怎么来处理。这样，我们是关系人，但是我们还是要等到整个那个收到我们判决的文书之后呢，我们再跟法规单位来做研究。对合议庭的裁决，劳动部应该依照伊这款造成比较较合法、适当的救济命令，约束代替依法改正，恢复劳工的权益。代替表示，即马休假排班拢符合劳基法。针对这个案，因为被告是劳动部，代替是关系人，一直收到通知，研究后续的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营分局有一个警察巡逻时阵，发现到一个查甫人无戴安全帽啊，要去甲查落来时阵，对方却出手拍警察，警方是赶紧脱救兵，落尾来是甲一个查甫人压制落来，带返去警察局，也依照妨害公务罪，甲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甲这个戴帽的查甫人抓落来，无想到讲伊却凶凶动手来拍警察。干什么啊？哎呀！警察直勤，煞予人攻击，随通报当人过来支援，才把这个查某人控制住了。嫌疑人因不服取缔，情绪失控，进而攻击员警，造成两位员警轻微受伤，随即将其逮捕。全案讯后，依妨碍公务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六二十暗头啊，五点过，台南新营警察伫咧平地路巡逻时，因为看到这个查某人无戴安全帽啊，甲砸落来，无想到讲这个查某人唔呐不服，佮情绪激动攻击警察。警方事先通报其他的同仁，做伙甲这个查某人押返去问过。一大群警察伫咧街仔路掠人，附近的民众是拢真好奇，走出来看。没有戴安全帽的女生打警察，就眼镜飞掉这样。嗯，是不会执法过当，可是。这么多警察突然来，我们会想说是发生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吗？那违规可是也不对嘛，然后打人更不对嘛，更何况是打警察。因为不好处地就出手甲警察拍，这种行为已经牵涉妨害公务罪甲伤害罪。警方最后是甲这个查某人移送台南地检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莲雅区有一间饮料店，二十号店员收到富人人送来六粒柑仔，这袋仔内面呢，佫藏12,000元，讲这的钱是要给因买药仔吃，讲煞人就随离开，引起民众惊吓。后尾店家是报警察来处理，目前警方已经知影富人人是谁了，会请伊来警察局说明。
路口的电杆拍到，二十下晡有一位查某人骑机车送一袋物件到林雅区的一间饮料店，内底唔那有六粒的柑仔，阁有几那张一千块的新台票。店员拒绝了后，附近人阁讲，只是要给店员买药啊吃的。落尾店员把这段故事铺伫网络，引起不少讨论。店家表示讲，唔捌看过这位附近人，因也已经随报案。哦，给警察处理吼。个附近看到六粒柑仔，啊，去因个店家讲要互只柑仔要互因食，即一袋仔内底六粒柑仔，甲一万两千块个新台票，看来向派出所报案。附近人即种个行为，唔呐店员困扰，有人惊讲这是诈骗，有济济网友认为这敢会是民间信用个过问，要甲歹运过去别人身上。高雄医生长的主委表示讲，若要过歹运，就要做功德。亲像这种送人物件、甲钱，就想要过歹运的行为，不管是佛教也是道教，拢无安内做法。有看到好像是说，就是转厄运，应该收到会以为他要诈骗我，就觉得蛮可怕的。拜三个拜来好你，我咧大家来做歹就好啊。做歹了后，啊我歹运好你，啊我永远嘛好运，是无可能的代志。个人作业，个人担。林家分局表示讲，目前已经查出附近人的身份，后续会请伊到警察局来说明，顺续把钱领返去。呼吁民众，若是拄到这种状况，就要先报警。记者张义辉、柯佳勇高雄报道。来看台铁有一台自强号暗头五点左右伫咧河津磅空出口，可能是去河连落来石头结掉，这司机员骨折。车顶头的旅客大概有500人，无人受伤。不过，规台火车卡在磅空内底，敢若会当用行的，行出磅空等别人来接。车厢内真混乱，真侪旅客挂行李准备要落车，看车外列车是停在磅空内，还阁一直听到警示声。旅客落车行铁轨路，规个乌暗暗。日夜尾暗，这台代替229自强号列车经过清水磅空南平出口，敢那是和土石流撞到。第二只车厢摆尾，列车规个停车。我们要从花莲另外派司机员、检车人员过去看。第一个优先把司机员送医嘛，是再来看车辆的状况。能不能继续行驶？初步了解，车顶的旅客差不多500人，意外造成司机员骨头断裂受伤，有6位旅客轻伤，台铁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车辆越过那个土石流的时候，车子有点偏斜的，司机员的手部骨折，然后6名旅客轻伤。初步了解，我们的第二车有出轨的现象。民众讲，看到医护人员用第一只车厢刷电灯，因贴到安全区域等待接驳的时阵，又看到敢那是列车被弄掉了，落来铁片。第二讲，即马河林总的之间是东正线单向双向行车，525位旅客由区间车接待。往后走到这个地方的疏离的地方的地方，也有看到一些就是台铁的车子的一个破碎的一个铁块。哦，哎，你们觉得很困扰？500多位旅客内面有真侪人本来是要出去耍，拄到这边意外，只好取消行程，也让因此延误返去学校的时间，影响真大。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地区今下晡落雷公雨，台北捷运的文湖线也传出列车因为设备出问题暂停一分钟。另外，伫中校复兴站也因为雨落了伤过大，害这天棚漏水。捷运公司是赶紧挂水桶啊来巡。也来讲到上山机场，同款因为这落大雨，机场的地面作业有一段时间是无多做的，总共影响到12个航班。上北地区伫二日下晡出现大雷公雨。好消息来了，更加快！海上山机场只是特殊来暂停地面作业，在航班部分，包括北北间、平湖、甲南间等地班机，总共12个航班被大雨延误掉。delay 一小时，所以我就先跟部队说晚一点回去部队上。原本是4点的，然后 delay 到5点15左右，如果没飞就去坐船了。真侪民众因为班机延前，坐伫大厅等待，还唔过大雨，唔那影响上山机场的航班，连台北捷运嘛只是伫内停驶。有四架列车因为设备发出异常的警讯，暂停伫站间一分钟，无排除是雷公雨的影响。另外，明年的大水雨，毛中澳复兴捷运站的大厅天棚的水，那水墙的规杠墙落来，
现场有几辆水桶在渗水。气象专家讲，这种五号雷公号的天气会持续到周末。午后的热力作用的影响，就会造成午后雷雨，预估大概还会持续个一两天。大台北地区是五号大雷公号。啊！那宜兰地区嘛有业者，因应热人气温升到34度，惊员工掉线，特别甲员工传结冰水甲电风。宜兰有民众直直头卡做事，热甲掉线缝送去病院急诊。所以那全身酸痛，是汗流太多，钾离子流失太严重。加在掉线民众经过病院治疗了无代志，不过嘛有一个妇人人早起去产院做事，等到看到时已经意识不清，上病院嘛是救无回来。体温量起来就是快40度以上，之后在消防队到的时候，他的心跳就停止了，在30分钟急救之后急救无效，就宣告死。医生提醒讲，最近因为天气稍热，掉线就医的比例提高大概2%到5%。呼吁民众，若是感觉头晕、脚步无在即挂情形，就要赶紧去清凉的所在补充水分；若是已经失去意识，就要赶紧就医，才当避免热伤害造成性命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为着要对抗北韩和俄罗斯啊签署战略谈判协定，南韩宣布考虑援助乌克兰地面武器，却引起俄罗斯啊总统不停的强烈警告，讲南韩这款的行为是重大错误。那真正提供乌克兰武器，俄罗斯啊会做出和南韩不欢喜的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访问北韩，和领导人金正恩签订全面战略友好协定，内容牵涉共同防御，引起南韩抗议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决议，国讲要改变干那提供急救药品等军事物资的做法，考虑援助乌克兰地面武器。And 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once again that any direct or indirect assistance or cooperation that enhances North Korea's military capability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the multipl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Putin 讲，南韩安尼做是重大错误。伊讲，根据俄罗斯和北韩签订的协定，军事援助会伫任何一方遭受侵略的情况发生。俄罗斯并无请求北韩支援对俄的战争。两国的签订条约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的危机升级。Вместе с договором, который мы подписали, возникает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е планирует, а значит, боятся наш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этой сфере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но тогда и мы тоже будем приним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вряд ли понравятся сегодняшне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Южной Кореи. 另外，美国嘛决定禁止俄罗斯企业卡巴斯基实验开发的黄铜软体。美国商务部透过一份声明表示讲，经过调查发现，俄罗斯政府可能透过卡巴斯基的软体来偷窃或利用美国电脑的敏感资讯，造成国家安全的风险。啊，那卡巴斯基公司是可能和俄罗斯政府有关系。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今仔个总统鲁托为了要解决财政问题，提出扣重税计划，亲像胖就爱扣16%的增值税，石油产品是对8%增加到16%，安算会当予国库增加美金27亿的收入，所以引起一挂少年人的不满。这项法案二十日的国会进行辩论，全国各大城市也出现抗议的人群，甚至发生冲突，上无有335个人予警方抓起来。肯亚的李世代透过社群媒体串联所发动的全国性抗议行动，二十日受到奈洛比、基苏姆、蒙巴萨等几落个城市演变成这激烈的警民冲突。警方对示威的民众发射催泪弹、挂人。另外，国会伫咧即一天也对2024财政法案进行力托，命伫议场以204票赞成、115票反对必所过关，而且三读了法案就正式实施。This bill was a disaster. This bill is assuming that the Kenyans' tax rate should move to a higher rate regime, which is not comfortable for this country at all. Kenya 5150万总人口内边有1/3拢是散家人。总统鲁托为着要解决财政赤字，所提出的大规模经济计划。三顿要食的面包、食用油、尿纸袜、汽车、医疗、太阳能，拢伫咧扣的范围内。正如是面包要扣16%的增值税，就由产品增值税自8%提悬到16%，估计国库会当有27亿美金的收入。
For someone like me, I just completed campus the other day. No job, there are no jobs in this country. Then you still want to tell me by the time I'm getting 25 years, I have to pay 300 shillings just because I'm a Kenyan citizen.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me.因为民意强烈地反弹，执政党的议员十八家路途进行会商，在会后宣布取消16%的面包征特税，2.5%的汽车税将会由保险来代替，对无环保的商品所扣的税将会只干那针对进口产品来鼓励本地生产。但是反对党也讲，规个法案是惩罚性的，希望全部拢撤回。公司新闻王惠文编辑。咱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先顾巴肚，才顾佛祖”，就要先顾好你家己，才唔免让神明替你操烦。来看这沙乌地阿拉伯的白家雕像，虽然已经结束啊，不过当地高温是超过51度，地数超过1000位去雕像的穆斯林烈士，其中有658人是埃及来的，内面呢有630个人无登记要去雕像，所以袂当去边啊内面找灵气。要来调件的民众，为人也好耍。天花顶有水缸喷水降温，大家拢用各种方式，就是希望卖脱水掉沙。因为沙地阿拉伯伊斯兰圣城麦加温度升高到超过51度，或者是开始调件仪式，有来自12个国家的参加者，超过1000人，因为冻袂调这么热的天气热死，而且死亡人数恐惊也会增加。Alhamdulillah, A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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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ah
非法安排行程的旅行业者，给人等的无关的行为进行调查。标经是穆斯林的五公之一，身体也健全的穆斯林，一世人规定至少要去麦加调经一遍。调经的时间是照伊斯兰的阴历来决定。今年正拄好是三国天气上热的热天，学者警告讲，若是无采取行动，以后调性的时间，若是阁拄好是热天，将会真危险。But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do climate action to stop the global warming at 1.5 degrees centigrade. At anything beyond that, I mean, we are putting those pilgrims at the risk of death. 这几年来去麦加调性发生过几多变灾难？最近的一遍是2015年，迄当阵用石头攻击魔鬼的仪式期间，发生人打人的吞塔事件，造成2300人死亡。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来看这条讲人唔免出现就会当甲你安全，安尼敢有道理咧？中国今仔日公布停止台独犯罪四项具体情形，上当会当判到死刑，这对数期是20年，对今仔日开始施行，而且嫌疑人免到案也会当甲你起诉审判。中国伫咧2022年公布台独顽固分子名单，包括现任的副总统萧美琴、国防部长郭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政治人物。之前搁再点名劳保及等媒体人，总共有15人，四个组织。台独顽固分子会适用分裂国家罪。即届公布四项具体情形，包括建立台独分裂组织、篡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会依法来定罪。而且伫咧即犯罪嫌疑人免到案的情形之下，会当该起诉，上当过当甲判死刑。公布昨中国有7架的军舰和36架军机和无人机对四国联盟来扰乱台湾，而且中国自己搁要伫咧四川发射火箭，预告会飞过咱的防空识别区。针对着中国威胁，咱的副总统萧美琴昨用视讯参加英国智库年度会议，强调台湾会继续打拼来加强防卫，维持现状，也强调是中国北京是伫咧起无空。国防部公布20侦查到7架次中国军舰，加36架次的中国军机加无人机扰乱台湾，其中一半下过海峡中线，去到西北加西南方的海峡，甚至伫咧东部外海活动。
呈现四面包围台湾的形态。另外，国防部预告，中国日日会为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运载火箭发射的任务。飞行的路线安算会经过咱国 ADIZ， 中国一直用武力来威胁。副总统小米琴受到邀请，伊是前来参加英国地口的年度会议的时阵，就强调讲，台湾会持续加强防御。As we are committed to keeping our hard-earned freedoms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 we are confronted by significant security threats and a set of hybrid operations in the gray zone.And as long as the PRC does not renounce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 and as long as they continue to exercise coercion,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lso step up our defenses. 也若去访问到中国政府认为赖总统的就职演说是咧起诉，小美琴回应讲，北京则是起无抗的迄边，强调和平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能够真拍拼维持现状。不过，即马罗西亚乌克兰战争也未收煞，美国宣布，所来十六个月以来。爱国者防空系统跟 NASAMS 那架飞弹会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将完向其他的国家出货。不过，北京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特别指出，台湾跟以色列的订单未受到影响。爱国的三型或者台湾的天空三型，主要是在重要的城市周边或重要的目标的周边啊进行这个防护。这个防空系统它比较是中低空，比较能够反制这个无人机。拜登政府在2022年年底的时阵，通知国会要给台湾120粒爱沙精挺型飞弹。咱国国防部也表示，按照因在2025年甲2026年会分配交货。另外，2023年台币并特随会议决定。咱国下边预算采购4个人、16个白纳森系统，不过美国到今还未宣布这个军售案。记者综合报道。化酒原料是罗西亚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也是罗西亚怕乌克兰战争开销的主要经济来源。就国际人权团体和环保团体指出，台湾民间企业和罗西亚进口脱碳的量增加30%，是罗西亚脱碳的第五大客户。因为呼吁台湾的企业唔通再和罗西亚买脱碳咯，也要求台湾政府就要管制。化石燃料是罗西亚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自入侵乌克兰以来嘛，成做罗西亚对外入侵的主要经济来源。即马调民团指出，台湾是全球第五大对罗西亚进口煤炭的国家，认为继续买罗西亚的煤炭等于是支持战争。因认为台湾作为民主而且重视人权的国家，应该要停止进口，要求政府做出管制。希望经济部可以彻查整个台湾企业在购买俄罗斯煤矿的状况，被欧美点名制裁的一个相关俄罗斯企业，也要请经济部彻查我们台湾和这些公司的商业伙伴关系。第三个是请经济部依贸易法第五条，会同相关的机关报请行政院核定，要禁止或是管制俄罗斯煤矿的进口。国际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指出，台电过去是主要的罗西亚煤炭进口单位，但伊对战争了后停止进口。不过民间企业的买卖，煞也是让台湾整体的罗西亚煤炭进口量成长31%，对战争开始以来总共累计进口35亿美金。Thai Power were historically the largest buyer of Russian coal. They haven't received any shipments of Russian coal since September 2022. However,Taiwan's imports rose 31% in the most recent 12 months due to other private companies purchasing more coal from Russia.另外，国际地下组织台湾分会也指出，开采煤炭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危害开采区域附近居民的健康，违背环境人权的价值。因要求台湾政府应该爱调查管制企业进口罗西亚煤炭，嘛呼吁企业卖个再买。记者柯山柯炳在台北报道。乌克兰教育家科学部官方面试文章中，出现乌克兰立陶宛加咱国国旗。瑞文讲到感谢台湾加立陶宛协助重建几乎一间幼儿园的欢喜福社防空避难所，甲原本环境真歹地下室改造成做会使洗灯的浴巾啊，也个一号小灶卡顶，会使予教材囡仔使用，也开放予周边民众来使用。立陶宛国会议长西米利特访问乌克兰时，特别参加启用典礼。这个计划是对乌克兰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在躲避战火的同时，他们这个教育不至于被干扰得太厉害。这是由公司新闻实行的访问，咱国驻立陶宛代表王世宏讲，台湾加立陶宛优先协助乌克兰重建教育机构，因为两国拢认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必须尽全力确保儿童的教育权利未被剥夺。我们每一个月哦，其实有一个三方的会议，把我们的计划的进度大家讨论一下，未来要进行的是什么。我们也加深了我们跟他们的这个情谊。
台湾加入到外援助乌克兰中间的计划，在2023年在成协机，联通提供500万美金，入到援出770万美金，由立国中央计划管理局负责推动。今年八月头一摆伫基辅郊外合作中间，会使予400名学生使用的鲁塔幼稚园，户外游乐设施也能看到咱国国旗标志。今年三月也帮助乌克兰中间一间会使予700名学生就读中学。教授杜毅的大作用英语跟乌克兰语写《台湾捍卫自由》。President Nauseta 他是提到说，改我们代表处的名称不会是他的优先议题。我跟我们同事的责任当然就是继续把我们双边的关系往前带，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台立双边的关系是对的方向。对成功连任的立陶宛总统瑙塞塔在竞选期间不讲要更改台湾自治名称，引发各界注意。不过在当选后已经无安尼讲，王世宏讲会继续加强跟立陶宛在各领域的合作跟交流，来稳固台立正义。记者宋和报道。讲到咱台湾的新住民，加上因所生的囡仔，伫台湾已经有上百万人了。为了强化保障权益，行政院今通过新住民权益保障法草案，扩大适用对象，包括各国来台湾的专业人士，也会设置专职单位和新住民发展基金等等。因啊，这专职单位的层级，甲咪是行政院的自级单位咧。内政部长刘世宏表示，这拢是考虑的方向。民间团体也肯定行政院的修法，还有政府也是爱注重民间的意见。新住民来到台湾，上课学中文，希望更加加入台湾，为着落实保障多元文化，行政院会议通过新住民权益保障法草案，把新住民的定义扩及到各国来台国立的专业人士、技术移民、甲投资移民，也设置专职单位推动各项工作，估计对上百万人有帮助。不管是司也好，或者是这个署或者下面的这个中心呢、啊，都是我们考虑的对象。那待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我们就会来马上进行专责的单位的推动。行政院颁布五大重点，扩大适用对象，设立专职的单位，加行政院新住民事务协调会部法制化，设置新住民发展基金，推动办理新住民家庭各项照顾服务事项。若是有需求，会使向基金来申请补助。权益保障事项具体化，推动生活适应者八大照顾服务的做法。移民团体表达肯定，不过希望国会审议时，能够再强化沟通。多找一点民团啊，或者各社团啊什么，大家来讨论这些问题，怎么样做的这个更好？我觉得将来在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公听会来讨论这个事情。另外，内政委员会顶礼拜已经初审通过《新住民基本法》《新住民权益保障法》草案，不过法案名称、保障对象、专职机构这些关键条文无共识。就连行政院版本会送立法院审议，会并案来协商。另外，专职单位的层级是不是达到行政院二级的单位，将今明公应来讨论。不过，安怎来落实照顾新住民的权益，更加是关键。记者宋华报道。吃台湾的用台湾的才是上界青的，最近这几年都传出说有人用越南进口的蚵仔去套南台湾蚵仔厂市场，影响到本土产业，所以今年台南的区域会参农业局合作创立台南蚵仔的品牌，不过现在算是请无工人来签蚵仔，区农会就指出说这工作环境是很坏，又再加上在地无申请到渔业权，地主无法度请渔工。农业局是回应讲，有打算要去贝壳寮、贝壳场，也会协助这蚵仔业者呢申请到渔业权。台南市内铺平式的蚵仔收成季正在煞尾，侪侪蚵农无闲咧签蚵仔。今年区议会参农业局合作，建立台南蚵仔的品牌，让消费者通了解产地来源。即马煞拄着请无工来签蚵仔的难题。议会总干事指出，产业环境歹，无人愿意做这道，佮加上在地无申请到渔业权，地主嘛无多请技工来斗三工。佮头尾都几重啊？蚵仔阁无法度，无人咧破啊！安怎讲哈？有啥物贵重啊？就无法度阁破。啊，无少年啊，咱破啊！啊，你老的六七十岁，咱袂破啦，阁要破啊，要破啦！那农业外劳也没办法申请的状态之下，造成现在很多业者呢，他会需要做减量，甚至要做退场。根据了解，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近前捌开过审查渔业权的会议，同时惊影响生态环境，地主粗心无过。农业局讲，渔会目前会当先向渔业署争取补助经费，来改善工作环境。后续伊卖规划伫溪南参溪北地区设置贝壳场，减少请无工对产业的冲击。规划密闭的室内场域，将装设有冷气，以为
冷房温度，设置足够高度剖科平台，以别以往于地上剖科的作业，并减少作业人员姿势不良的不适及伤害。业界嘛，牵涉到敢有资格申请天然灾害补助，这只鹅农唔忙通伫十月份用是进前顺利申请。农业局表示，台江厝后续会去做第二届审查，尾数则阁由中央去核准。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绿能转型是这几年国家发展的重点，不过就有人在批评说，现在的农地都没在种田，都拿去种田了。今天的环保团体联合众人来举办这个论坛，邀请到产业界、官方还有学术界做回来讨论以农为本的绿能发展，希望化解冲突，让台湾的能源转型跟粮食安全可以同齐来发展。光电暗场就是都是什么？都是东西才短期，他不会就养殖角度去想我们要修改。希望透过影片讲出心声，面对全球能源转型的趋势，以及国内粮食自给率无够高的问题，土地要用来种作也是种田，成为这几年农溪村内底上常看到的冲突。因为安尼，即马就环团联合举办论坛，因认为即马绿能的发展是以发展经济为主，但若是会当转做以农为本，能源甲粮食其实有同齐发展的可能。未来能源不一定爱放弃粮食的生产。我们会建议说，在文件或者是相关法规审查的时候，要能够确实按场。设计的时候是考量到农业生产跟渔业生产。会议顶头来参加的农业部代表讲，伊嘛认同能源甲粮食会当同齐发展这个理想，但目前上大的挑战也是爱甲农村居民沟通讨论共识，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其实现在在做所谓的一个农村能源自主的部分，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我们农业部门必须要去做一个主责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它的速度不会快。因为它在于居民的共识的沟通。另外，地球公民基金会指出，虽然是讨论以农为本的绿能，但台湾其实也应该思考在都市生产能源的可能性，未当将这个责任完全交给农村来负担。这用电大户都需要绿电，都市用电也很多，所以我们认为最优先的是什么？大企业要负起责任，第二个都市区地区要负起责任，不能把所有再生能源发展的压力都转嫁到乡村地区。面对粮食安全跟能源转型的双重挑战，环团希望会当建立完善的讨论机制。举办论坛主要就是望过去对立的单位会当互相对话，先减少冲突，才有合作跟落实计划的机会。记者柯山柯冰在台北报道。在五零六零年代台湾花地登兴的时阵，七成以上木泥花地木泥拢是对中华花坛来的，是地方正有代表性的产业。是因为极端气候、人口老化这个原因，即马是愈来愈少人种花啊。花坛农会对十年前开始推动优先种植，提悬木泥的收购介绍，也增加农民种花意愿。不过今年气候反常，收成是真歹，产量减五成以上。原本应该是开满满的万年花，但是农民却爱一丛啊一丛找花瓣。即阵当时花坛万年花第二季采收的尾声，农民表示，今年高月天气温差大，加上黄霜雨落伤粗，造成万年花树无花黄，收成真歹。花大量的时吼，伊个时机没问题，啊，毋过春季嘛那样无花啊，蛮几年啊。头两礼拜无采花啊，刺猬甲红蜘蛛。粉刷的危害足严重。农民表示，原地两家地万年花会当收2000斤，但是今年到今才收500-600斤，目前只当五万第三季有较侪花通收。花坛农会表示，五月到十月长落时阵是万年花的收成期，势头辛苦。即阵老农民退休，少年人无愿意做田，愈来愈少人种花。茉莉花伫花坛已经种植面积已经直直减去啊，所以阮就来推广无毒的茉莉花。开始的时阵，头四分外地开始试做了吼，经过即头十年的时间吼，面积已经增加到5公顷咯。中华花坛是台湾万年花上大的产地，是地方正有代表性的产业。过去上兴的时阵，栽种面积有180公顷，主要提供分花地使用，目前剩30公顷左右。农会十年前开始推动优先栽种，无毒的万年花收购价少比一般农法种的低出3倍，望增加农民的收益，提悬农民种花意愿。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
胡林溪经过八年的整治，水质成功改善，也打造三公里长的水环步道。最近有民众发现讲，有人去河溪内面的南洋台啊。不过水利处表示讲，这胡林溪也是有轻度污染，所以不建议食溪内面的鱼啊。而且这水环园区禁止钓鱼掠鱼，违规者上当会当罚到600元。民众伫傍海边咧掠公过鱼，最后阁将两大块鱼啊拢抓走。最近有民众来到云林溪水岸散步的时阵，发现有人会来这掠鱼啊。附近的住户是讲，常常看到。不太好，因为基本上那边鱼，应该也不能吃，因为那个都是人家洗衣服啦、洗碗的水。对、啊。你自己有看过吗？有看过啊。有看过。好像外国人比较多，就是那个来这边工作的那些劳工。云林管护表示，云林溪位2016年就开始推动行管计划，由中央甲地方投入超过10亿的经费，分四阶段进行整治工程。后来水质改善了后，生态嘛渐渐恢复。不过无建议民众去泡水或者是耍水钓鱼啊。会先予以劝止不听的话，我们依法做相关的处分。以目前的法则，是以水利法相关的一个规则去做。一个不符我们的一个管理机关的一个管理作为，是会罚到12000元至60000元的一个罚款。水利署表示，过去云林溪受到严重的污染，经过这几年的整治，虽然有变清气，不过是有小夸程度的污染。而且云林溪管理要点规定，若是无经过许可，是袂使去游泳甲钓鱼的，呼吁民众就要遵守规定，避免受罚。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家己德家出身贵德啊，这德家乡金西村永过是做纸上出名。上这时阵呢，要到50间做纸工厂，却因为时代变迁，机械取代手工，即马只剩一间廉价做纸厂保存较完整。社区配合政府单位拨经费重新整修，古纸的做纸料也已经变作是纸料的教育园区，民众会当伫遮体验做纸。中有一个预备槽。传统刷面较早做纸的过程，跟我们每一项设备之间是安怎来配合？即原本是旧的做纸料，伫社区甲农业部农村水保署的合作之下，即马这个古早的做纸料已经成做新的纸料教育园区。因为阮村的都可能敢若阮这个纸料算讲保持较完整啦，所以每一个制作过程的迄个当然器具是无啊，但是迄个遗址拢还阁伫的吼，会当互了解讲较早迄个纸是安怎做的。是用台仔来勾已经处理好的纸浆，再阁豆豆来处理纸浆内底水分。船长讲，底下撮落来了后，下做一片一片白做火来生石灰，生石灰让纤维软起，阁泡水，才会当成做纸的材料。介绍甲真详细啦吼，算讲迄个底下爱阁落去泡，用石灰落去生，啊生了甲再来，会当做完了是再来纸料来遮做。这个100多年了。你看这个历史的文物的古迹吼，也阁留咧，互咱吼怀念。啊，嘛有用较现代化的方式，啊来予观众吼，予观光客会用个来体验做纸。船长讲，时代进步，机械工业取代手工，予当初的纸料豆豆啊拢无去。这个教育园区平常时嘛是社区民众活动的好所在，即马整修了后，嘛是希望会当吸引搁较侪人来到遮。我们会当体验古早做纸的过程，也希望发展观光价值，成做地方有特色的景点。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清华大学物理系退休教授李怡贤今年1月过身了后，将家己一世人的财产8500万、6万本的册，也够300张的刻板捐予学校。学校最近就伫咧图书馆成立音乐室，会当予这刻板放射出好听的音乐。就大学生讲，听刻板甲听 YouTube 的音乐是完全无同款的感受。坐叮当的刻板唱片放送出好听的音乐，现场的人拢听甲真痴迷。对少年学生来讲，真侪人拢无听过刻板放送出来的音乐，即马有机会听到，大家拢感觉真特别。真的体验到什么叫做黑胶唱片播出来的音乐，对。然后它跟我们一般聆听那个 YouTube 上的那个音乐是很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听起来也真的就和传说中一样，就是它的确还原到了原本的声音，而且我们设备又非常好，就是音响很高级这样。
清华大学物理系退休教授李义炎，今年才过身，捐300张的唱片给学校，替伊整理遮个物件的赖建成，也是清华大学退休的教授。伊讲李教授本身真爱听音乐，就对国内外收藏真济曲盘唱片。虽然讲随时代进步，后来有录音带掺 CD， 不过李教授同款只介意唱片的声音。虽然声音很干净，但是又太干净，跟那个黑胶的那种，沙哑的或是现场的比较有人气的声音不一样。因为那个电子 CD 上面都把那个杂音都大概去掉了。或者头尾都去掉了，反正就有点比较，怎么说，像模特而不像真人了。有各种古典音乐啊，有这个是歌剧，然后也有中国的艺术歌曲，然后也有这种现代像陈碧仙的钢琴。那这些的价值当然是精神上的，以音乐性来讲是有一部分相当有价值。李基炎教授过身了，除了捐唱片，把家己一生的财产8500万以及6万本册捐予学校。学校最近特地图书馆内底成立音乐室，予李教授过去珍贵的收藏会当放送出来，予后一代的学生嘛拢会当听到。记者赵君和新竹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这未来天气，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未来一礼拜各地头拢是真热的，这高温呢会升到34度到35度。那台北地区、中南部山区、华东地区温度也愈来愈高，会超过36度。除了高温以外，各地头呢过头了后也较高落雷降雨。后礼拜一甲拜二呢，雨区会愈来愈大，中部以北山区可能会下大雨，而且会一直落到暗时。最近天气这变化。明仔日气象，咱再回来详细看。今日到新竹对28度到37度，苗栗到云林对27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7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5度，屏东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一个未来三天的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